但外见情况，你来了。但愚笨未解大王好意。太子大呀，你我现在不再是懵懂的孩童啊。 我们的肩上扛着秦燕两国的大任，天下万民的生死，故凡事需三思而后行。你与寡人乃患难之交，寡人若说的不对，你可直言相告。大王说的对。 但，肩负着燕国的安危，二十万赵军横行燕地，掠我城池，杀我百姓。但恳求大王出师救援。他赵衍作恶多端，有朝一日必会自食其果。 但现在时机并未到，赵衍灭了燕国，定会西向与秦国争霸，还请大王出兵啊！寡人说了，时机未到啊！他赵人灭不了燕国，你要相信寡人。 患难之交，不过是说说罢了。